Ding, ding, ding. I hold him up.姥姥，你把妈妈领走吧。咋的了？她又欺负你了？没有啊，她想你了，想你想的都睡不着觉了。是吗？对呀，她半夜趴我耳边说：“姑娘，你爱我不？”你睡着了呗。对呀，你说他半夜吓不吓人？他有毛病吧？他让我亲他，还让我撅嘴亲他。他要干啥呀？他说稀罕我。我一会儿打电话去。有人。嗯？哎，回来回来，后面我连屁都不放你的。啊！啊！嗯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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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呀？我不是看不起你啊！你要是个儿再矮点，我都看不见了。嗯？哎呀！哎呀！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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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我的妈！一会儿。这年轻人，我操！哎呦我的妈！我当初真是眼睛瞎了我才嫁给你。那看来爸爸真的挺爱你的，当初你眼睛瞎我都没嫌弃你，咋的？你现在眼睛好了，想过河拆桥了？完了，畜生，畜生，你的快递。什么畜生啊？玄天圣，没有文化真可怕。有人。哦。哎呀！哎呦我的妈！有人。啊？嗯？走。有人。走。哎呦我的妈！有人。啊？哎呦我的妈！有人。啊！走！哎呦我的妈！说什么天安排？命运既来不来？有人，有人。有人啊！哎
哎呦我的妈！你怎么又来了呀？人间一场烟火，你曾盛开过。有人想不想？不想我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有人。哎，你这人真没素质。我在看手机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什么人都有。哎呦我的妈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大哥，你钱掉了。你没看到我在等电话吗？这可真是磨磨唧唧。这个大哥太没有素质了，你们说这个钱要还给他吗？有人。哎，回来回来，碰到我了，屁都不放你的。说你不是不爱我，你怎会对我有心情啊？哎呦我的妈！啊！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